Hello， 我是 Zender。接下来，放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如何用那个密勒盾打倒这次的火焰鸡。那我参考很多的影片，目前这个打法算是最快的，三回合就可以解决掉。那首先我的持有物就是要带弱点保险，还有我的特工，是把它升到满的，成长值记得把它升满特工。然后招式就带闪电猛冲、金属音。还有充电，那接下来就直接单人挑战开打。那单人单刷的话最好，因为它是物攻属性的，最好就是要刷出威吓的三剑客比较稳定一点。那即使没有刷出来也可以打，不过就是有点小翻车啊。那一开始第一回合什么都不用想，就是直接放金属音。再来就是要放充电，假如说在这期间呢，他对手有放地震的话，那就可以触发我们的弱点保险。假如说没有触发的话，就算有点失败了，就要再重新再来。所以他对手没有放地震蛮重要的。那接下来第三回合就是要放我的闪电猛冲，就可以直接一次把他 KO。目前这个三回合打倒火焰鸡算是最快的方法。如果还没有收集这只宝可梦的玩家们，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做法，我觉得还蛮快的，很不错，也蛮稳的。祝各位游戏愉快喽，再见。